鼻毛老是有一两根长出来，真的特别影响形象，用手拔既疼又会伤害到毛囊。朋友就给我推荐了这款电动鼻毛修剪器，真的是解决了我的大问题。内置刀头，不担心会伤害到皮肤和鼻腔组织，关键是不会有任何疼痛感。剪鼻毛的事三两下就搞定了，无论是鼻毛、耳毛、眉毛它都能剪，还特别方便清洗。爱美的男士建议每个星期都可以修剪一次。看到这里，我赶紧给我老公给我老爸也买一个，拯救他们的形象。鼻毛啊，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毛发，是呼吸系统的第一道防线，真心建议手下留情，鼻毛要修剪不要拔。推荐大家这款德瑞宝电动鼻毛修剪器，操作呢非常简单，打开电源伸进鼻腔，左右轻轻转动，像这样鼻毛就被修剪干净了。它是一款非常平价又实用、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产品，可拆卸的水洗刀头，方便好用。现在节后呢继续惊喜价，快点击查看详情，给家里的男人都买一个吧。鼻毛外露一般是老年人比年轻人多，因为长度不再受机体控制了，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，用剪刀剪鼻毛也太不方便了，于是这个电动鼻毛修剪器就非常好用了。每分钟8000转的转速，动力十足，声音还响，360度去除毛发，不伤皮肤，完美贴合任何脸型鼻子，只需要轻轻放入鼻腔，轻松旋转就能轻松解决鼻毛问题，安全又快捷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购买哦。